十度下女演员晒后护肤。今天在外面拍了一整天，得赶紧做一个晒后修复。上班了，果然大气男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皮肤快受不了了。今天做一个话题的精粹冻干面膜，有一点点的仪式感。这是一个面膜托，它附赠的这个小量杯的20毫升的纯净水，然后静置1分钟左右。趁这1分钟呢，先涂一个377的精华。这么今天晒的真的是有点过分了。这种美白精华呢，基本上都是晚上用的。我姐也别忘了眼霜这一块，让我有点空管的，我觉得它是滋润的，延展性特别好。作为眼膜来说呢，它是非常非常轻。清爽的，不油腻，后续的上妆也不会搓泥的那种。做1分钟，然后充分的浸透了，现在上面是满满的精华，又到了手残时刻，就是那种天蚕丝，超级柔软。敷个15到20分钟，期间呢就可以去擦身体乳了。面膜就这么久就不够。我是带了一个去惠济的芦荟胶，保证从农场到脸庞，看上特别特别单纯和简单的。这个我洗澡之前呢，我已经把它厚厚的敷在脖子上很久了，洗完澡给它擦掉。现在呢，还是得再来一层。哦，忘了，它还可以用来敷三明治面膜。好在呢，我们拍的是秋天的戏，在40度的贵州大太阳底下，穿的都是厚厚的衣服、外套，所以整个胳膊呀、身上呀，虽然热，但最起码护理防晒是做到了。OK， 15度到，我们出发了，冲不冲？这冻真的是绝！它这个冻干面膜的概念，就是能够更好和有效的保护肤品里的活性成分。手法非常简单，就这样顺着到这个耳朵下面，然后拧开这个位置刷下。再来一个 CLCL 的血液循环，不要忘记烫烫。我是偷懒的脑残粉，这个之前真的很难买的，经常都是排队。最好可以变美吧。